北京时间10月10日 ,NBA 季前赛的比赛继续打响，雷霆在主场迎来了雄鹿的挑战。本场比赛威少因伤缺阵，雄鹿这边也是大规模休战，乔治则是单核带队。而乔治在上半场的比赛中可以说是打出了超巨星级别的表现，打秀各种高难度得分，让球迷看得十分过瘾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那时候乔治砍下19分，半场结束得到了26分。首节比赛开始后，乔治也是秀起了各种高难度的得分，开局雄鹿命中3分，回过头来乔治接球直接干拔出手3分回应，球队落后。乔治又是连得5分帮助雷霆队反超比分，一记3分攻心入网，随后又在禁区外变相加速，变相禁区内撤步后仰跳投命中。比赛第7分钟，乔治面对斯内尔连续胯下运球，一个加速过掉斯内尔，突破到内线侧身打板命中。第二节还剩下3分钟的时候，乔治3分线面对对手的贴身防守，拽着身子将球扔进。半场结束时，雷霆外线投篮不中，乔治在篮下抢到前场板压上补篮命中。在 NBA 的历史上，伤病也是很多球员过不去的一道坎，有很多优秀的球员都倒在了伤病的脚下。要知道在4年前，保罗乔治曾经遭遇了严重伤病，在一次追防中，乔治在落地的时候小腿外翻90度遭遇重伤，当时的这一幕也是让人看得十分的揪心。遭遇这么重的伤病，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对乔治都是很大的考验，很多人都担心乔治从此就沉沦了。但是现在的乔治用一次又一次的表现征服了球迷，而在今年的休赛期，乔治更是以4年1.37亿顶薪完成续约，现在的乔治已经成了涅槃重生的典范。祝福乔治越来越好，也希望雷霆在威少和乔治的带领下，在季后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